家好，我是住在尔湾的加州地产经纪人 Cozy。 我今天来到了距离尔湾大概20分钟车程的一个城市，叫 Ranch Mission Viejo。 那我现在身后的这是2号户型，这套户型呢是将近2000尺的3房到4房，价格在110万。走进去看一看。一进门正对着楼梯上2楼，这个是外国人非常喜欢的啊，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进了屋直接上楼回到自己房间。1楼是客厅、厨房、餐厅，这个门可以去到院子、储物间以及车库。因为样板间呢是一个边户，所以它的院子比较大。1楼有一个卧室，好，上2楼。2楼一上来是一个 loft。左手边是主卧，看一下这个城市，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城市，只有5年的历史，但是它很适合投资，因为它的租金很高，这栋房子大概的租金能达到5000以上。看看另外两个卧室，这是共用的洗手间、洗衣房，2个卧室。它的附近呢有2所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，